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假期的东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打秋冬的冬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ボデフです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冬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，叫做凌晨三点的蟹堡，这种 Credit Card。啊，然后英文烂了。然后就是海绵宝宝他们的地方，然后今天就来玩玩看。New game， 直接看看海绵宝宝是怎么被称为恐怖游戏的。哦，有车，有车过来，看看，哎，这是巴士吗？三点，然后 object， 看看要做的东西。第一个，收集完所有的钱，放在一个收银台，还有办公室的。打包完剩下的汉堡，然后调查一下厕所的垃圾桶有没有零钱，然后手上面的离开，是需要买太什么？他连的垃圾桶都要翻，爱钱爱到这样吗？开门，不能走，怎么回事？他就要收集钱吗？这样不能吗？不能呀，游戏还没开始是吗？是谁在凌晨三点过来我们店来吃汉堡啦？我操，是在这里偷我材料，然后这里做吗？你看他手上的那个，当灯开始闪的时候就必须躲起来。哦，他突然出现，还瞬间移动是吗？然后关掉这个办公室的门是唯一可以阻止他的方法。嘿，果然现在游戏才正式开始啊！安迪，拿钱。然后我猜测个大家好像是过来偷我汉堡的啦，因为你看他手上拿了个，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汉堡的话，他就从我厨房里面偷材料自己做嘛，对吧？哦 ，OK， 现在拿汉堡。好哦，灯开始闪了，目前完成了、啊、看看汉堡那个大概完成了，然后第一个还剩下柜台这边的，还一天是赚多少钱呢、啊、怎么拿这么久、啊，好哦，好在那边，看垃圾桶，垃圾桶，好、哦、找到了，这垃圾桶颜色太像那个洗手台了，很难发现。哦，好。躲起来一点。OK， 哈小子的声音很像忍者哎。现在去地下室嘛，来看看。他说钥匙在地下室的某一个地方，你必须找到它。钥匙，在。在海绵宝宝里面有他们的这个地下室有出现过吗？有那么大吗？地下室全部都是汉堡，我靠，好、啊、别捅爆我屁股啊，好、啊、我发现追不上、欸、还是腿短是吗？腿太短追不上，太棒了。我现在走到十了，完蛋了。没事，越好越好。我怎么一直在
在组圈圈的、啊，所以大家跟你们说，入室不要玩恐怖游戏，你绝对迷路，因为太黑了。然后看到他关灯有用吗？但是我不想关灯，一关灯没有安全感。我们追不上，跑步键一直按就对了。哎，你要死！我听到声音，还在我右边。有好耳机，这个好不错的东西。我花100多块买这个耳机，没有错的。我去的路在哪？得到，我这有钥匙，现在跑出去，然后锁上门。我花很多钱买这个耳机了，是没有错的，花了1年积蓄。OK，关，现在上传离开，我先参观一下，会动诶。好呗，等等，他不是在里面吗？我不是把他锁在里面吗？他怎么跑出来？那太可惜了，原本还想他明天叫警察过来抓他的，留下来偷我汉堡，可恶！好吧，现在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然后，因为不喜欢开麦克风啊，所以就声音有点奇怪了。好了，之后会尽量改善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